冇死到啊！佢即係等於話你間屋舊啦，咁啊搬個間嚟。即係話佢個人其實本身咧嚟呢個地方咧係一個旅遊過客嚟嘅，我身體都係過客嚟，借呢個區學用一陣嘅。你表面睇嗰個係假象嚟嘅，因為我哋人用個肉眼睇世界咧，就你就睇到嗰個有相嘅世界。其實嗰個係一個幻象嚟嘅嘛。我夠鐘啦，嗰副嘢唔啱玩啦，咪走咯。而家你揾個視頻睇到噶，喺個 YouTube 度睇到人死咧，離開咗有個影走。第二個問題，政府咧而家咧為九歲嘅細路仔咧都話要打子宮頸癌疫苗喎。請問你可以唔打噶？你可以唔打噶？你可以唔打噶？但我哋知道咧有副作用，對唔住，我喺日本都出咗事嘅。我哋嗌一嗌台先啊，四號台同埋十二號台，三號同埋十一號。咁另外一個問題啦，做父母嘅咧，成日經常都擔心咧，兒女咧，又擔心呢啲，又擔心嗰啲。有咩心理方法我哋可以幫到，唔使成日都咁擔心呢？你得閒上網 search 啊，德國嗰啲教育咯，對嗰啲兒童教育我哋睇多啲，即係話德國點樣教兒童嘅，點樣教細路仔嘅，你攞啲方法學習下都啱，有用嘅。即係起碼你睇到人哋個咁先進國家。是怎樣教小孩，你有那個常識，那你就知道怎樣教咯。第二個問題，當碰上了關於金錢和愛情而產生了很多鬱結啊、心結的話，我們應該怎麼做呢？你當由出世現在什麼都沒有帶來的，將發生了的事呢是過去式的了，那你就唔好俾留低個陰影嗰度。如果你話你爭人周身債咧，咁就幫你唔到啦。咁啊，自己申請病及市，冇咗壓力。愛情咧就係冇存在嘅，係你諗出嚟嘅啫。啲愛情，你一唔諗咧就冇噶啦，係好虛妄啊！嗰啲唔科學嘅嘢嚟。是很感性的東西，還有有愛情出現你身邊就不恭喜的，多數帶來死亡才叫有愛情，沒人死的那段愛情就不是愛情，你的遊戲玩不過，隨便一個死的就有愛情。現在講愛情的故事，在世界歷史上那些故事只不過是人性的宇宙的一種慾望，即是那個生命的支流要延續下去，那麼雌雄就要相配，世間有人就有男女，男女就要結合，宇宙又有陰陽，是一個大自然法則來的。但是人就不成熟的心理行為呢，就去依戀了搞這類東西呢，咁啊延伸了很多錯誤的問題出現。如果你冷靜一點看個世界呢，你就會看得明白。第二個問題，好，我們叫一叫台，20號、31號、30和29號。咁另外一個問題啦，經常咧成日瞓覺都發惡夢嘅，瞓又瞓得唔好，咁啊應該點做呢？練功啦，你走嚟問啊，問阿方太攞個個平一功拍個功翻去練。如果更加唔好咧，你係揀個玉牌，揾啲乾淨水浸下佢啊，咁啊自己戴住啊，因為嗰啲翡翠石咧有嗰個強啲嘅 energy。正面啲嘅 energy，
最好都是練功啊，喺喺張牀度練八功八法都係瞓著嘅。第二個問題，城市發展同埋環保，我哋應該點樣平衡同埋取捨咧？呢啲好大題目嘅。現在咧好多世間啲左膠咧就搞到咧就又保育啊，又話啲蝦仔又干擾咗啲蝦仔嘅生存環境啊，有多少過猶不及啦、啊？要講一個城市嘅條件嘅講環保，但係大原則嘅空氣啊同埋水唔污染為原則啦、啊。現在你看香港保育，我們很簡單，香港人說香港事，中環街市你覺得它是不是說保育是對的？中央街市中環那個 building 又沒有美感，又沒有什麼歷史價值，得那幾十年就霸了一個這麼黃金的地方，是吧？這班友浪費資源。咁啊好啦，嗰、那個中央警署咧就冧埋添，就特登搞冧嘅，保冧嚟嗰啲保嚟都冇用啦，冇歷史價值。正式做嘅咧佢冇做啊，嗰時城寨咧最有歷史價值嘅，嗰度要保留一部分嘅。九龍城寨啊，嗰、那個景觀啊最有歷史價值，但佢又冇做啊。第一個問題。特首應該具備乜嘢條件先至可以升任咧？最好不懂做事不做事那就好，那我也走去做一下了，不懂做事就最好，是啊，給政務司做嘛。如果你的特首做事呢，那個政務司就死了，就是變成兩那個公務員架構。究竟我聽政務司說啊，因為聽呢個特首講咧，所以行埋去搞錯，所以我哋話呢個董建華咧係最撲街就咁解啊嘛。就明朝都係噶，有名無善政，自廢宰相始啊嘛。明朝亡國咧就係佢廢咗個宰相啊嘛，皇帝自己親力親為做埋啊嘛，咁咪撲街。董事長不做事的，你看香港Bank的大老闆連董事都不做的，所以匯豐銀行沒有老闆的，全部都是打工請回來的。你用制度來管理個社會的嘛，現在他現在你香港回歸後就變成人治的嘛。那你第一個特首請了一個這個老懵懂勤力加上蠢的，那你香港就沒有運行咯。特首是不做事的，只是做公關啊、接見啊、人啊、吹啊、水啊，好似肥棒咁樣食蛋撻啊，咁邊度使做嘢啫？一個個食蛋撻飲涼茶得啦、哎。你越做啊越錯，越做啊越衰噶啦。第一個問題。對於生活在香港的中產人士，Doctor 你有冇啲乜嘢好嘅建議，等佢個生活可以更加豐足一啲咧？我中產已經好豐足喎，咁你想點啊？精神生活度上高咧，精神生活啊！香港咁多娛樂，咁多嘢玩，你咪自己上網 search 啦。你好忙嘅，學漫畫啦，學寫字啦，學花道啦，學茶道啦，學唱歌啦，都幾多嘢玩啊！如果中產就食飽無憂米。我知道，大把時間唔夠用嘅啫。咁有咩有效嘅減壓方法咧？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嘅，因為個個翻工啊，都好家庭都好大壓力。唔好隨波逐流咯。如果你跟住個潮流啊，有新手機喎，你唔買咁啊，覺得冇面啦，咁你咪有壓力啦。自己買唔起又唔開心啊。即係唔好喺嗰個物質世界咧隨波逐流，盡量將嗰個生活咧簡單化啲。最重要咧就冇債務嘅。有一個人咧冇債務最緊要嘅，我哋絕對唔中意啲人有債務。你有債務咧，自己又有壓力，
又你會吃虧咗俾嗰啲負利息唔抵啊嘛！要學習嗰啲簡化嘅生活。最近日本咧有一套劇集好好睇嘅，《我的家裏空無一物》，又好笑嗰度嗰個劇情係拍得非常好。大家不妨睇下呢個劇集，《我家裏空無一物》。日本劇集嚟嘅，第一個問題，咁阿東啊，有今日咧，我哋嘅就係放生祝福大會啊，咁就有朋友想問，想請阿東啊你解釋一下放生嘅意義在何，在何咧？我哋一開頭講咗咧，就我哋人咧就多數都傷害生命嘅。就好少自己咧可以親手放到生命，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吹毛求疵啦。點吹毛求疵法？就話喂，咁你放開生，咁你又食魚喎、哦？或者放咗啲魚咧，又俾人捉咗佢喎？咁呢個係嗰啲魚嘅命運咧，就唔關你事嘅。在個因果度一鋪還一鋪，總之你救了生命，那個因果咧就有喺嗰度。條魚放咗佢，轉頭俾人捉咗咧，就佢嘅第二盤命運啦，就唔關你事嘅。不過如果你話喂，你計到咁遠咧，你就連嗰啲人病咧都唔好醫佢嘅喎，人一定會死噶嘛。你開啲醫院做起啲醫院做咩咧？醫又係死喎，唔醫都要死喎，千億身家都要死。所以你做事你就做你的行為做了你就算了，你那個智慧的思維不是浪費在這種沒有結果的問題那裡，因為你每一天身邊很多問題要解決，在這個社會最重要的就是金錢是你的上帝，大家不要忘記，無論你讀多少書，你的學歷一離開學校，你的學歷是你是過去式的，一走入社會是講你的能力，不是講你的學歷，力就是力，就是能力，有沒有能力去學習，就不是講你有多少學歷，你的學歷已經過去式的了，你博士好教授好是沒有意思的，當你面對個世界嗰時咧，就講你有冇再能力學到新嘅嘢。跟住咧，你有冇機會撞到有閲歷嘅人教你嘢？即係閲歷咧，即係人哋嘅經驗啊。喂，豬肉佬叻過你啦，一買買四兩，佢一刀切落就四兩嘅，好準嘅。唔信你埋張豬肉拖去切嚿豬肉，有一次你切睇。準唔準啊？四兩，豬佬叻過你啊！咁你嗰大學嗰個文憑咧，只係話俾人聽，你喺啲科度咧係去到呢一度啫，唔係識曬。喺醫學院出嚟嘅醫生掛牌，到傷風菌係點樣嘅都未識搞得掂，禽流感都未搞得掂，靚仔，你咩博士教授冇用㗎？你喺嗰個學問度咧，你去到嗰度啫，唔係識曬。但如果在世間做事呢，你要有能力，就不是有學歷，那個學歷呢就是吹水的，他只是嚇一些不吃東西的人而已，講一講大堆東西就不行的，等於你那些人表演功夫打不派一計在街頭戰呢就輸了，不打得的，講得的而已。第二個問題，咁啊，頭先我哋就喺度拉紅繩啊，咁有網友就話啦，睇見身邊嘅即係拉紅繩，到底有啲乜嘢意義，係一個乜嘢性質嘅儀式嚟嘅咧？同埋有啲參加者咧都會好努力咁想攞長啲嘅紅繩翻去，會唔會因為起咗個貪念，影響到紅繩嘅作用同埋意義咧？哇！整條繩你諗咁多嘢，咁你好唔開心喎、啊？即是我們的意思就是很難在這個世界集中一班人，
大家掂住良性咧，有呢個心意咧，去幫啲生命祝福嘅，同埋咧係將自己嘅心靈咧，係為救個生命咧做一件好事嘅。特別最重要咧喺個海上，因為喺嗰個宇宙嘅層次咧，就話喺陸地上咧，陸地咧係最污穢嘅，係最唔乾淨嘅。但喺海上咧，海洋咧係最乾淨，污染唔到個大海嘅。所以海上我哋進行呢個心靈科學嘅學問咧，就係你嘅意境咧，行出街咧，嗰個震波咧係比較強，同埋咧係清靜嘅，有呢個功能喺度。我哋好多人每一日起身都諗埋好多衰嘢噶嘛，冇時間清靜噶嘛，難得有機會。在個海洋上面，清靜的大海上面，沒那麼多負面的干擾，又有一個那麼短的時間呢，是為啲生命祝福的，即是不容易的，同埋大家嗰時個車路呢是一樣，那個力呢是很大的。第一個問題，如果要出家的話，應該去哪個國家或者是地方去出家？不關我事啊。出家好難嘅，第一要父母同意嘅，唔係諗下就冇所謂啦。咁呢啲啊廢噏嚟嘅呢啲人，係問啲佢做唔到嘅嘢啊嘛。繁華社會好難出到家嘅，今時今日，特別香港人。如果佢真係好想出家咧，咁應該去邊度出家？世界冇如果嘅。到你真係想出街時，就有人話俾你聽邊度噶啦。自然就會有人指引你。嗱，依家搞法輪功幾好啊！我哋碼頭嚟到都有啊，有法輪功啊，唔使出街啦，係咯。嗱，咁啊，東華點樣？有網友就問啦，點樣從五揾到了煩惱？點樣了解無明喎？報名讀時空識班咯。哎，交學費啊！想點樣學得通、學得化嘅話，又係要俾學費，又係要俾學費先寫，而後得啊！係啊，要交學費。嗱，咁啊，都係而家啲資訊好發達啦，點樣辨識啲知識係咪正確咧？其實早個禮拜都講過噶啦，咁樣有網友希望再講清楚一啲。第一，如果世間就已經唔違反法律啦，最基本嘅，你做一個行為，你嘅知識有冇違反法律咧？跟住再高一個層次，就有冇違反嗰個道德規範咧？咁啊，自己有啲學問咧，可以上網咧 search 下 search 到，同埋你嗰啲知識唔知你講邊樣啊嘛，咁多知識。很多種所以嗰時我哋講咧話，人類咧揾正確知識係最難嘅。咁而家你問個最難嘅問題咧，就答你唔到嘅，明白未？明白。答你唔到嘅，咁你自己慢慢去揾啊。第一個問題。要邊科就揾邊科啦。係啊。嗱，咁啊，多霞，咁啊，除咗知識之外咧，亦都有朋友就問啦，點樣分辨一個人係咪智者？是愚者定是智者呢？點分別佢一個人呢？又係咪一個有前途定冇前途嘅人呢？嗰個比較深奧嘅，嗰個係屬於有前身相啦，有今生相啦，係好專業嘅學問嘅。我話俾你聽，你做唔到嘅。啱啱話俾你聽做唔到咧，就唔應該答你問題。你冇條件學呢啲嘢。第二個問題，咁啊，亦都有朋友就問啦，家族中嘅兄弟咧就成只追債鬼咁樣嘅喺個家族裏頭，成日要佢幫佢還錢，點樣送走呢啲瘟神，等佢自己冇咁勞氣咧？
你有控制權，可以唔同佢還噶嘛。咁你又要生又要死，咁點算？你唔行使你有控制權，咁啊冇人幫到你噶喎。你自愿做 credit card 咁冇辦法。係啊，冇人幫到你喎，係你控制到嘅。咁啊，亦都同埋另外牽涉出一啲問題啦。點解啲父母總係會咁偏心咧？咁你樣衰啊嘛！你又知又唔識擦鞋啊嘛，咁咪就係咯。咁要自己檢點咯。啊，一言九鼎啊，咁咪效果就係咁噶啦。咁順其自然同幸福自己爭取呢兩樣嘢有冇兩者之間有冇衝突嘅咧？可唔可以做順其自然啊？或者係爭取到底係應該點樣？喺咩情況底下應該用邊一環咧？任何情況之下咧，你都要有個爭取嘅心。爭取的心咧，永遠都要有的，但嗰個結果咧，係唔係話可你理想咧，你就要接受個後果啦。人就你要嗰個係有啲天意噶嘛，人生。但係如果你強求有咩唔同？強求就係你冇條件去搞，咪強求咯。即係你有爭取的心，係有條件之下，你係唔停嘅。有上進的心，但你不去很刻意有什麼效果，那個不是你的事，那個涉及你的福氣的事。如果 你沒有福氣，你做什麼事都做不成，人最多是有福氣，即是又沒有那個助緣給你。收福是最重要的，我們今天大家來放生都是收福的一步了。你有福氣咧，你做事咧做咁上下時間咧，有人出現喺你身邊，就會水到渠成，事半功倍。如果你冇嗰種福氣咧，你想做好事都做唔到嘅。因為你做唔好事咧，佢有個果報回應俾你噶嘛。你冇福氣啦，咁點會俾你做到件好事咧？就係咁解啊！呢條問題咧，就大家都會好關心噶啦。咁啊，相信大家喺啲公司裏頭咧。都經常都會發現身邊都好多小人嘅，咁點樣等自己知道邊啲係小人，邊啲係貴人啊？點樣可以離開啲小人啊？離開啲小人啊，親近啲貴人咧？全部搞錯曬，啲人喺個觀念上全部搞錯曬。逢係有小人咧，佢就成就你嘅，咁偉大？係啊，佢幫你手進步㗎。咁要多啲小人啊？係啊。貴人咧，你覺得貴人咧，你先死噶，會讚死人噶。哇！你叻仔啊，送你一程啊，咁你會死噶。仲有小人咧，你一定係好警覺性噶嘛，咁咪成就你咯。但啲人咧就唔識利用呢種力噶，所以走寶噶。同埋好多人咧就係、是。以自我為中心，要聽啱自己聽嘅嘢啦。唔係啊，佢會篤你背脊噶嘛，啲小人。咁你冇衰嘢冇得俾人篤噶，有衰嘢你係抵俾人篤噶嘛。佢篤你，咁你咪進步咯，以後咪唔好做衰嘢咯。所以就咁要咁樣利用呢個世界。第一個問題。嗱，咁啊，有位朋友就話啦，家父年屆80就患有呢個腎衰竭啊，腎功能得翻一成，亦都有心臟病，而家住緊醫院。佢自己選擇唔洗腎，用藥物舒緩。子女應該為佢做啲乜嘢咧？冇得為，醫生都幫佢唔到嘅。咁你啊，多啲陪下佢啦，係嘛？佢自己選擇噶嘛。另外有位朋友咧就係話啦，請問中風治療如何診斷後決定打溶血針？即如果佢診斷咗之後咧，就決定打溶血針啦，要注射3小時內，係咪由病徵開始計起嘅咧？唔係入院計起？你問翻自己醫生啦。係咯，呢啲問醫生好啲喎。係啊，又見唔到人答你唔到。咁亦都有網友就話啦，幾個月前侄女大概1歲就開始甩頭髮喎，1歲喎，咁就醫生話免疫系統失調，冇咩辦法嘅，又冇乜辦法啦。咁而家差唔多2歲個頭頂啊，光秃秃咁滯，
咁啊，請問博士可唔可以建議一下有咩方法可以等個小朋友生翻啲頭髮咧？尤其是女仔，佢出世嗰陣就好多頭髮嘅。你要有時間嚟萬福珠寶揾我咯，要見到人先至得。啊，咁人民幣加入咗 SDR， 博士對佢睇好定係睇淡啊？炒炒。金融市場很多無形之手的，是有些人是操縱的，如果你不是專家就最好不要鬥，如果做生意的你就跟著市場自己要對沖了，即是你不要倒個鋪換水，做生意的一次那單你就立刻 set 了個價 lock 死了它，即是不要貪賺賣換水啊，你不應該搞，你做生意就做生意，你倒埋換水咧就危險噶啦，第一個問題。啊，寨卡病毒咧就蔓延到亞洲，據講係啲蚊被基因改造先至搞出啲咁嘅嘢，有行咁嘅嘢出嚟嘅啫。咁我哋有冇咩特別嘅方法可以預防一下咧？你唔可以隨身帶埋個蚊機嘅喎。好啦，搞完啲蚊就有烏蠅出嚟噶啦，有啲而家世界有班人專搞呢啲嘢喎。啊，專搞添啊，仲要。係啊。是一個很撲街的冚家產的東西的，特別那些流感症都在搞你變樣，一變樣那些倉底貨的藥都賣光了，這些是促銷技術，香港無端端買6億幾元的流行感藥，後來沒用賣過了期銷光了，是一個很大的霸權的陰謀來的，現在醫藥界啲醫霸藥霸係好厲害，滲透曬所有國家啲政府嘅機構，設計曬啲程式咧鎖住曬，強制性咧嚟害你個社會。打骨水得嚟害人喎。但你喐佢唔到啦，變咗咩好龐大嘅怪獸，唯有自己救自己咯。即係你改變唔到佢個制度啊，佢滲透曬，譬如話你有保險。一問你有現所買咧，你實叫你住一兩日院嘅，甚至無咧又無端端咧就開你一刀，因為你嘅人咧就諗住自己唔使俾錢嘛，有現所俾啊嘛。好啦，最大件事邊度咧？個現所點解越嚟越貴咧？佢知道現所買咧，佢一路咧用啲藥咧拖長你唔死，一路 cam 你現所錢，嗰度大鑊。應該冇得醫嘅，佢啲揾啲藥咧嚟刺激到你咧，避係死亡。因為你有現所買啊，你買嘅現所大啊嘛。最近死阿童叔，我知道成50多萬一日，喺養和咁崩崩咗好多年。我記得好似我三年前，我開咗個盤俾佢嚟屋企嘅。我嗱，你俾$2億擺律師樓，起身好似係俾$31,000嘅啫，我係收你$30,000，即係好咗先俾錢喎。嗱，你瞓喺度啊嘛，起身就幾多錢，行得咧就俾幾多錢，打得麻雀咧俾幾多錢，打翻高爾夫球咧俾幾多錢。再揾條女咧，嗰度就冇講啦。啊，嗰度冇講，因為成80多歲，就冇講話揾到條女上床咧有幾錢，嗰度冇講嘅。總之你打到高爾夫球咧，就全部收曬。咁結論翻嚟咧，我都去到佢一個好親嘅人啦。結論翻嚟咧，冇人想佢起身。哦，想佢繼續瞓可以分家產啊！世界好神奇，醫生啊唔俾你埋身喎。佢喺度煲，日日收到50多、60萬一日喎。等我哋搞佢起身，佢哋咪冇錢收啲醫生。咁又係喎，又阻住。瞓足4年喎，幾心計啊條數。所以人係好齊全。因為嗰時我話嗱，你嗰啲錢咧擺律師樓，就要嚟咧買曬嗰啲百科全書咧，就全個中國嘅山區咧送曬嗰筆錢啊，嗰$2億啊。嗰兒童百科全書啊，全個中國山區學校咧，全部送曬，好多啊，好多窮嘅學校啊嘛。
咁我嗱，你擺2億美金，你嚟做呢件事嘅，我束手以嚟。都係冇人肯制啊！冇人肯制。嗱，咁啊，多霞，你對有朋友問啦，你對台灣嘅詞制有咩睇法？因為佢話有一啲台灣朋友對佢對佢哋個評價好壞不一。逢係一個機構搞到咁大咧，就出事㗎啦。一搞大一定有陽壽不齊嘅，一有錢啊嗰啲基金會。所以我哋亞龍基金咧做事咧就埋班嘅。做完咧就散場，冇錢留低嘅。譬如我呢個工作要用500萬，咁咪整500萬翻嚟做曬咪收工。你一有錢積聚喺度咧，就問題就嚟噶啦。但我國際式嘅文化中心就我自己一黨專政啊嘛，我擺曬啲物業喺度收緊租嘅，啊咁啊變咗就容易處理。但如果你將來錢多，你都係問題。呢個係嗰啲慈善機構嘅隱憂嚟。搞好多小圈子啊嘛！嗱，咁啊，多霞有位小朋友問補問你一啲嘢嘅，頭先個紅繩儀式裏頭咧，如果條紅即係橋嗰陣咧，一路都係俾條紅繩落地噶嘛，如果跌咗落地會點啊？冇問題嘅，冇問題。哦，咁但係點解又要俾佢跌落地咧？點解俾佢跌落地啊？即係嗰條繩點解一路又唔俾佢跌到笪地咧？咁你咪特登整瓦渣佢噶嘛？即係有機會，即係乾淨嘅，你又唔搞，特登要掟條繩落地整瓦渣佢，你講有咩好處咧？係咪？小心就另一樣嘢啦。你咪有意整污穢佢。嗱，咁啊，請你指點日常生活中點培養出可以感動到國家高級官員嘅誠意喎？你感動自己先難好過啦，你感動你屋企人都唔容易啦。同埋你要大家明白喎，一個國家嘅領袖睇嘅事咧，同你做一個省長睇嘅事嘢咧係唔同的。你做一個城市仔嘅一把手，同一個省長嘅一把手咧睇嘅事嘢都唔同的，即係你嗰個企嘅層次都唔同的。嗱，咁啊，阿多霞。行運中的對頭人想嚟搶我的祖業同家產，有咩方法應付我？咩行運中啊？即係佢個對頭人行緊運嘅，就想嚟搶佢嘅祖業同埋家產，有咩辦法應付？用咩方法搶啊？搶唔到嘅喎。佢冇講啊，又唔係搶我嘅，我都冇。冇講即係廢問啦，係嘛？第二個問題。嗱，咁啊，多霞。人的姓名和命運的關係大不大呢？有影響，因為如果你特登改個衰名咧，就嗌嗌下咧，自己都衰噶啦。但係以前好多人好興叫個乳名叫阿媽話狗嘅喎，話容易養大喎。咁你唔係你控制噶嘛？咁到你成長，你咪唔用咯。哦，改個名啊！但好啦，如果你認為改個名咧會帶嚟好運咧，這個又迷信嘅喎。啊，又到迷信。有迷信。關係到底是怎樣？最重要你就是忠誠咯。但以前古代起名咧就好有學問，好講究㗎，有學問，有學問嘅。根據你嘅祖上啊，你嘅出身啊，即係睇到你嗰個家庭咧有冇學問嘅，有啲意思嘅，但就唔係影響到命運嘅。即係有個好嘅祝福寓意咁樣咁上緊啦，多數都係咁。亦都有朋友就問，因為而家喺監房坐緊監都有人叫李嘉誠噶嘛，有，唔係咯，冇意思嘅，睇個名，睇個問題。啊，咁啊，出世間法同入世間法在生活中點樣運用咧？係你自己諗出嚟咯。諗出嚟？係啊。咁啊，唔係係寫喺啲經書度有咁講嘅咩？嗰啲係吹水噶嘛？又吹水。係啊。咁我哋應該用套乜法咧？做少啲嘢咯。咁好？係啊，做少啲嘢，簡單啲，咁你就安樂噶啦。唔好分得咁清啊！世間分得清咧，你唔開心嘅。哦。咁亦都有朋友問啦，佛經嘅咒應該點念先至會有相應同埋有功效喎？個個都喺度讀佛經咁樣，大家都想有。
有效力的，不想白念口往白念的，要找要拜师的，又是要有师承，有师承。咁而家佢又系要自动个结个缘法到嘅时候先至有好嘅师承。仲有啲学问咧，一定有专家嘅。佢就算你学书法、学画画，都有基本功噶嘛。就算你唔好话练奏啦，你唱歌啦都有师傅噶嘛，系咪？冇错。所以呢個一定要有師承嘅。咁我你揾唔揾到個好師傅，或者級數好唔好嘅師傅，又講你嘅命水啦。咁啊，阿多霞可唔可以講下有關大禮拜呢種生活？喺我哋以前如果你學英文，喺我哋嗰代嘅人咧，好多學嗰叫通勝英文啊嘛。哦，係啊，通勝上面啲英文好正啊，笑到。用廣東話拼英文，係啊，好有趣嘅。我哋年輕咪學通勝英文咯。你哋是尖頭萬啊嘛嗰啲啊。咁如果你練奏，你跟著個嘅唔係咁正統嘅人嘅學，咁你咪練咗啲真係自己都唔知咩奏咯，搞錯曬。奏咗人啊！一樣啫嘛。咁啊，多霞，可唔可以講一講有關大禮拜呢種修行方式嘅重點，同埋佢個本呢種修行方式本身係咪錯誤？咁奇怪呢個問題。喺西藏人練功咧，佢嗰個四家人之一咧係冇錯嘅。西藏人，因為嗰個地方咧叫邊地，邊地咧喺地球上咧，喺啲好貧瘠啊、落後嘅人咧，係邊緣嘅人嚟，唔適宜人生存嘅地方出世嘅人，嗰叫邊地。咁啊，邊地嘅人咧話佢突然間喺度喺。你嚟個地球出世咁唔好彩咧，你都去咗一個咁貧瘠嘅地方出世咧，就你個命運咧係唔好嘅人，即係你嘅先天嘅 DNA 咧係曳嘅人、低檔嘅人，就喺嗰個地方出世啦。咁呢種人咧就要用特別嘅方法，咁佢係蠢喎，又無明喎，又鈍喎。智商又比較低喎，咁古代嗰啲大儒家師咧，呢個喺印度傳過去嘅，就知道個人體咧，嗰個中樞神經咧，佢咁多障礙咧，就令嗰個大禮拜功咧，會將個中樞神經咧係推翻鬆嘅。佢推翻鬆之後咧，就將佢喺入胎嗰陣時嗰種障礙咧，令佢個大腦神經咧更加活躍嘅。因為佢要個大腦神經啟發咗咧，先可以學得嗰啲經教咁啊。因為咧，你教啲師傅收個徒弟咧，教極都教唔醒嘅，所以呢種係一個手段嚟嘅，係西藏人。但係如果你係漢土嘅人咧，就冇呢種弊端嘅，因為你係個命運比較好，啊喺漢土人嘅地方出世。好啊，但係如果啲漢土嘅人，去學呢啲邊地嘅人嘅嘢係冇壞嘅，但又冇咩特別好嘅，即係等於話你無端端你而家讀緊大學，你就喺報名讀啊小學，咁冇人阻止你啦，有人收你咪得咯，係咪？你大學生即係再報名去第二個城市讀小學，冇人理你噶，你讀啲成年班都冇人理你噶。以前我朋友好怪添，喺美國讀完書翻嚟碩士。他就報名的英文夜校啊，即係溝女啊。咁個目的唔一樣嘛。讀牙聽嘅牙聽啊，你真係唔得去死啊，係咪？冇人阻止你嘅。咁佢要 A boy and girl 所以我哋咧又唔阻止人咧，走去搞啲蠢嘅嘢嘅。但如果我話俾，譬如話有啲學生，我叫你練下大禮拜咧，唔恭喜嘅。我咪成叫人練大禮拜嘅，有啲我叫佢練咧就唔恭喜嘅。即係你身體咧有缺陷，或者你個頭腦咧比較人頭豬腦，就唔該你搞搞。人頭豬腦又要大禮拜可以改善。或者你個中樞神經咧有毛病，有障礙啊，咁咧就可以靠呢個瑜伽功咧
就收翻正佢嘅。但係如果你方法唔正確咧，就有反效果添。一定要你諗住話啊，練多啲咧，成仙咧又有反效果，係一種方法嚟。第一個問題。嗱，咁啊 ，Doctor， 你講過啦，嗰陣當時印度傳入中國有好多假經啦，咁到底邊啲係流嘅，邊啲係堅嘅，同埋呢種情況係咪喺西藏都會有出現咧？西藏仲假啦。啊，仲假添？傳人哋傳真派去傳假派啊？因為歷史背景嘛，我咪嚟中國嘅梵經咧、梵文嘅經咧，都係假經嚟。用梵文的經文帶來中國翻譯的版本就是假經文，後人的偽造的，但他又假不完，又沙糖溝沙，又執一些，即是逢是翻版的東西有真有假撈亂，有真有假的，那你才是大件事。但他在一個重要的見地那裡是錯了，所以很多人咧就係信教咧，信到神神鬼唔鬼噶。就算你耶穌教啲經都大鑊噶，啊一樣好多，一樣好多係流料噶嘛。因為逢係一個學問咧，一個歷史源流發展咧，好多人穿著附會嘅流派越多越多沙糖溝沙嘅嘢出嚟啦。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做研究咧，就唔關你事咯。我希望啲人咧就搞掂個家庭先去香港，因為咧你就浪費啲光陰咯。呢個唔係你研究嘅範圍嘅，對你冇用嘅。即係你話有智慧人都話你嘅切身問題啊，邊樣重要？你係做咗一樣先。啊，咁就係呢個切身問題啦。咁就唔好浪費時間。阿多排，我哋個個都受業力所縛啦。咁樣有冇方法可以解到呢個束縛咧？譬如係。讀多啲祝福文啊，做多啲布施啊之類，有冇效果咧？你唔做嘢，咪咩事都冇咧？唔做嘢，有唔、做嘢？唔做嘢。喂，咁樣布施啊、祝福啊嗰啲，讀祝福文嗰啲唔使啊？唔做嘢啊，你可以唔做嘢噶。你諗下點樣可以唔做嘢生存到咧？你就明噶啦。哦，咁呢個有啲人做到亂曬龍，做多咗噶。做嘢可以生存呢樣嘢，我好高難度，我都要學好好地學習下。你諗學唔做嘢咧就得啦，因為你唔做嘢咧，你就冇咁多嗰啲引嚟俾你嘅衝擊噶嘛，又少見啲人，又冇煩惱，係咪？又少搞啲無謂嘅嘢，又冇煩惱，又少咗阿松介紹嚟叫你搞啲生意又蝕本，係唔做嘢好聰明。好高難度㗎，但點樣難度高㗎？你諗到你唔做嘢點樣有錢咧？呢個先厲害啊嘛！要喺呢個方向行，要喺呢度着手嘅。我係由40歲開始咧，係一路搞唔做嘢有錢嘅，係不容易㗎。唔做嘢而有做嘢效果同埋有錢嘅。第二個問題，咁既然又真經又假經啦，咁啊，當下你對漢土禪宗同埋達摩傳入中土嘅靈家經六卷有乜睇法喎？我都唔明佢寫乜，我又唔知道有冇個達摩嚟過中國。有歷史未斷定有個達摩嚟中國㗎。可能有好多個達摩嚟中國㗎喎，嗰陣統稱啲阿叉就話達摩㗎啫嘛，大件事。因為據我所知咧，係由明末先開始有達摩呢個文字出現啫嘛，少林寺。明末之前冇提達摩呢個人嘅歷史，我知咁多啦。所以你問呢啲嘢咧，我未考究到嘅。明末之前喺少林寺嘅歷史上記載，喺文字嘅記載未出現有達摩呢個名字。第二個問題。咁啊 ，Doctor。你對因果呢樣嘢點樣睇法？咪用緊咯，最好用因果嘅力咯。點樣用咧？我哋只係睇到啲，即係睇到已經好叻噶咯喎。咁點用到佢咧？用到咁啊，對人對事啊，咁你如是因如是果啊，咁你相信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咪得咯？呢個就係因果嚟。
好啦，同埋你如果你做嘢，你諗多諗啊，我呢個行為帶嚟有幾多種反射咧？嗰、那個就係因果嘅分析啦。有啲人咧就計一個反射，你可以計多幾個幾層反射嘅喎。第一層因果反射，呢、這個反射翻嚟嘅現象咧，再帶起啲咩連鎖反應咧，嗰、那個又都係因果嘅反射。如果你有你細心嘅有智慧，你計多啲咯，你計多啲咁咪。你可以決定事情嗰陣時咧，你少做錯咗啲嘢咯。如果嗰、那個呢、這個要睇因明學噶，大家上網買本因明學嘅書睇咯，睇因明學比較好啲啊，比較深嘅，比較清晰一啲。即係計好多層嘅反射，同埋判斷呢件你眼前嘅事咧係咪正確嘅。因為好多睇落去正確嘅事都唔一定係咯。投資係最犀利啦，即係話你睇到啊呢、這個財政部長出嚟講嘢咧係假嘅，佢隱藏咗一種動機嘅，咁你就犀利啦。呢、這個比較深奧嘅學問。第一個問題。嗱，咁啊，當下有朋友問啦，請問六和點解喎？六和喺嗰啲和尚廟入邊嘅行。一上網就 search 到噶啦，第二個問題。咁啊，當下你打呢六和兩個字喺個手機度一撳落去有噶啦，係寺廟用嘅，出家人用嘅。第二個問題。你嘅養心之道係乜嘢喎？食少啲嘢咯，瞓少啲覺咯。啊，又瞓少啲覺？係啊。唔係瞓多啲覺，唔係瞓夠嘅，瞓足八小時嘅咩？全部搞錯。最緊要熟睡，唔熟睡咧，你冇用。你問我啲學生啊，四五點都仲收到資訊㗎。阿爹哋係咪啊？佢話一點就收到，四點有時收到，六點就收到，你又有人聽翻。據聞你好似同人傾到成七點。問阿 Peter 仔最清楚㗎啦。阿 Peter 仔、阿爹條仔兩個最清楚啊。阿 Peter 最清楚㗎啦。最好要瞓子午覺。特別希望大家教啲爸爸媽媽啦，十二點鐘到一點鐘嗰時瞓十分鐘。如果夜晚咧，你由十一點零鐘瞓咧，就瞓唔好超過半個鐘頭。十五分鐘咧頂到六個鐘頭，日頭咧就十五分鐘咧頂到三個鐘頭。好犀利喎！嗰、那個叫子午覺，即係子午時嘅休息。嗱，咁啊，亦都呢個好多長者有問題，有嘅問題啦。因為好多長者咧，風雨嚟之前咧，都啲關節特別酸痛，好似天文台咁樣嘅。咁啊，當下點解會咁嘅咧？嚟馬福珠寶咯，揾嗰啲學生幫你通翻佢咯。啊，壓下木方。啊，我哋嗰個 Feeder 嘅醫術咧，係幫到人。有一條題目咧，就係咁講嘅。初一對男士，十五對女士，身心有啲乜嘢影響喎？呢個我唔識。初一十五。唔識啊！你話子午流注對人體嗰啲另類咧，我就係知。即係我時辰對我身體嗰啲，我就呢啲唔知。呢啲問翻佢話俾你聽嘅人。問翻佢邊一個同佢講起呢樣嘢嘅人啊？問翻佢轉頭係咩回事？係啊。嗱，咁啊，亦都係補充翻頭先我哋放生嘅事嘅。咁啊，有網友啱啱就見到咧，我一頭放生，二頭有漁船落網，有冇辦法可以阻止喎？唔關你事啊，係嗰啲魚嘅命運啊！你搞掂自己放咗就算。你要想埋呢啲咧，你就煩惱噶啦。嗰次又俾人捉埋，呢個拖埋佢嘅事嘅，唔關你事。就正在喺度講緊簡單生，簡單啲做人，唔使講複雜啦。嗰條魚都算抵死啦，俾人放咗噶，唔一轉頭個個捉唔到，捉到佢咁啊，佢命運嚟嘅，係咪啊？係咪啊？唔關你事啊！你唔可以諗咁多，你煩惱。咁啊，阿多霞問題問曬啦，咁係咪需要功德回向咧？係啊，回向功德。
回鄉功德的理由呢很簡單的，因為啲人呢就個因果力嚟自你的行為的反射。每一個人的行為呢都有他一種力呢藏在個宇宙那裡的。那個在宇宙的震源呢就說有正面的力量，有負面的力量，即俗稱呢就是有正能量有負能量，即是負面的 energy 啦，正面的 energy 啦。我們講好一點就是好的氣場或者壞的氣場。那我們今天的行為呢都是善意的，那我們怎樣將這個善意的行為的力量呢不會不見了呢？人世間很多人做好事的，但做完好事之後呢他就沒有一個程式呢將這個好事的信號呢是永恆擺了在這個宇宙裡，變成他人生呢就有喜樂了。好的事報完之後就到壞的事出現不停咯，有人生有高低起跌咯。但如果你懂得將這件好事的行為放回入個宇宙個中心度，唔失嘅，唔會消失嘅，咁你永遠嗰種力都喺度咯。咁我哋而家做呢個動作咧，就係將大家今日做嘅好事咧，係擺翻入個宇宙嘅核心嗰度，藏喺度唔失嘅。咁啊，最簡單舉個例咧，就話。你擺杯水咧，好容易冇咗又蒸發咗。如果你將杯水咧倒落咗個海洋嗰度咧，你嗰杯水咧永遠喺嗰個海洋度，唔會唔冇咗嘅。我哋今日將我哋做嘅行為，好嘅行為，將呢種信號咧擺翻喺個法界嗰度，即係擺翻個宇宙嗰度。咁用咩方法擺落咧？你水就可以倒落個海度啦，就用我哋嘅心靈力量。就加上我嗰個聲波，即係我當然有我哋嘅一少少嘅方法，大家就又唔使你諗住啊！我今日有好事擺翻喺宇宙嗰度，同所有宇宙嘅人分享咁啊得噶啦。佢等於杯水倒咗落海度，咁咧就今日嘅好事咧就留得低喺度，喺個宇宙度咧唔失嘅。咁我用我嘅咒音咧就帶咗呢個息路咧，係入咗喺個宇宙嘅空間，係用個聲波擺入去。咁大家集中下精神啊，就將我哋今日做嘅好事咧，同所有宇宙嘅生命分享，啊，持續不斷。耶達嗡嘛木伽比魯扎拉嘛哈穆拉拉嘛利布達嘛扎哇比魯達嗡嗡嘛木伽比魯扎拉嘛哈穆拉拉嘛利布達嘛扎哇比魯達嗡嗡嘛木伽比魯扎拉嘛哈穆拉拉嘛利布達嘛扎哇比魯達嗡。好，今日的祝福大會就完畢了。那第二年的啲正月我哋都有嘅，我哋每兩次。正月，仲有啲嘢要回報一下嘅，係啦，多謝大家的善款啊！報一個數字，港幣同埋其他嘅貨幣咧，合算之後咧係收集到95,687元，係減去咧我哋買生物嘅支出。89,183元啦，係餘下咗6,504元。多謝各位善長人翁，餘下嘅善款我哋會再其他嘅善慈善用途嘅。多謝大家。做手指要嚟做嗰啲我哋嗰啲電影嘅手指啊！我哋而家唔用光碟啊，原來光碟咧有啲用機咧，啲機又唔夠新潮，又開唔到睇。有電腦咧，佢又話睇得冇咁好。我而家做咗手指啊！依家國輝做啲咩手指？就快啊！我哋已經做緊嘅，咁啲錢咧，我哋都有人捐錢咧，我哋做嗰、那個電影嘅手指，一拆個電視機就睇到噶啦，好吧？啊？有緊第二季嘅，有獎精文都一樣有㗎。精文有，繼續啲小朋友啊，有人寫嗰啲文章啊，係啊，好多獎品啊，好多嗰啲翡翠獎品啊。咁啊，多謝曬大家今日嚟臨參與呢個2016年國慶日嘅放生。咁咧今日嘅節目咧到現在為止咧已經係結束啦。咁船咧隨隨咁樣咧駛翻去北角碼頭。咁大家等到站嘅時候咧，到咗碼頭就可以落船。但係請你哋攜同
班你哋帶嚟嘅物品，唔好留咗你私人物品喺度，同埋老人家同小孩要小心參款。多謝大家參加，希望下一次再見到大家，多謝曬。